15部港片未来一年半疯狂输出，除了最后一部是古装片，其他都是警匪片，看看你能不能从中找到什么规律。建议点赞收藏，不好看的亲我。第一部《断网》，郭富城、任达华、林家栋主演；第二部《暗杀风暴》，古天乐、张智霖、吴镇宇主演，是郭京飞主演的电视剧《暗黑者》电影版；第三部《潜行》，刘德华、林家栋、任达华、彭于晏主演。 题材是港片的经典套路卧底。第四部《寒战三》，郭富城、梁家辉、彭于晏主演。第五部《海关战线》，张学友、谢霆锋主演。